我哋要介绍嘅材料系 Stucco Italiano 嘅 Libretto Vinyl， 佢系一种主要应用刮色技术嘅水性艺术漆，具有耐水性同防霉嘅特性，适用于室内位置。入边混入咗珍珠粉，可以做出闪亮丰富同埋犹如珠光般斑斓嘅效果。在讲解之前要提提大家，大部分原材料都是白色的，而 Libretto Vinyl 比较特别，它分别有银色和金色两个系列，可以根据我们调色系统混合出不同各具金属感的色彩。这款油漆的独特之处就是内含大量石英微火粒，所以会有软砂质感。现在就看看施工程序啦。首先利用油扫扫上一层底油，然后开始做今日的精选金色斜纹效果。用油扫在左上角或右上角开始均匀地油晒整个施工范围，这样油漆入面的石英火粒就可以做出丰富的线条，突出又滑软砂足感，令整体层次有所提升。以下是几款 Libretto Vinyl 的效果，如有任何查询欢迎联络我们。